急促啊，你们不知道啊，有一个最殊胜的法门啊，你们不知道，但你问不出来啊，不问也告诉你啊。那这个法门难信啊，确实难信啊。啊，就一般外面宗教讲啊，啊，信的人得救了，信的人有福了，用在净土法门呢，啊，那就妙不可言了。你要信，你真的是有福了。啊，你要信呢，你这一生真的得救了，超凡入圣呐。啊，所以。我们今天报佛恩，报父母恩，报施主恩，报众生恩，就这两种方式啊，一个是念佛往生，一个是传承大法啊。我们这里是净宗学院，我们所传承的就是念佛法门啊，我们的经典无经一论啊，都一定要知道，无经一论是我们的根本，是我们的基础。啊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有了成就了。还有余力啊，可以涉猎了其他的大乘法啊，你还有余力。如果没有余力，你就专宗本宗的典籍